现在给你记录下来，以后等你嫁人的时候，老爸给你做个视频，好不好？嘿嘿，嘿，你继续买来，嘿嘿，嘿嘿，嘿，嘿，哥哥，嘿，嘿嘿，哎呀，真棒，今天笑出声了啊，嘿嘿，呼呼，哎，他今天特别开心，特别开心。今天突然之间会大笑了，会笑出声了，对，好像突然之间就长大了哈。刚刚我都兴奋死了。突然发出一个声，天天有惊喜啊！再喊一下来，嘿嘿，嘿嘿，哈哈，呼呼呼。你又搞冷了，又开始啊？啊，你这个拍我就不笑了，是吧？又搞冷了，你要躲了，不能躲。人家出场费了，知道吗？嘿嘿。嘿嘿，完蛋了，他要躲了，他给我躲了。现在给你记录下来，以后等你嫁人的时候，老爸给你做个视频，好不好？你这到时候眼泪大大的。可你做一个从出生啊，从怀孕，从你检测出来你有你之后，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的视频。那你等人家谈恋爱，你拍得到吗？那不让，那时候不让我拍了的呀。对呀、啊，他要秘密进行的，好不好？来，所以你转过来，转过来，我们来，你现在配合我一点，多留下你一点画面，好不好？不好，不好的。哎呀，今天跟你爸爸玩的好开心是吧？你这几天我跟他玩啊，他跟我这感情急速升温呢、啊，是不是？是的。爸爸带你去玩，你现在再笑出声一下，给你个礼物。什么礼物？你先笑出来。给什么礼物？给笑出来。嘿嘿嘿嘿，笑了。又不是你，你没资格。哎呀，生完小孩地位都降低了。嗯，你是第一，我们小七又是第一，你都没位置了，没资格要礼物了。哎呦哎呦，来看这里。这个手也用力。我感觉他今天好兴奋呢。是的，我感觉特别高兴。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呢？啊，你再笑一声，笑出声来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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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小姑娘今天可漂亮了啊！我的小美女，怎么又玩自己的手指了？哦，开心吗？开心吗？来，我们两个人拍照来，耶！来，你伸出两个手指，伸出两个手指，两个手指。他的脸都快比你大了，耶！宝宝，我们再过一个月就可以回去见亲戚了。要不要？高不高兴啊？回去见老外婆、老外公们。老外公都快100岁了呢。那是太公。太公啊？对，太公。我爷爷他也叫太公吧。太公。好兴奋啊！今天。特别开心，你多陪他玩玩吧。对，他这几天还是要跟爸爸带娃、跟妈妈带娃是不一样的。那你就多带带他呗，把他带成一个活泼的宝宝，活泼一点，好好爱说话的宝宝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要吃什么呀？你要吃手指？刚刚吃了。刚刚吃了什么？喝了奶呀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吃手指呢？你为什么还要吃手指呢？我这次走丢了，刚刚还喝了奶呢。没事，随他吃，他要吃随他吃，不要打扰他。哎呦。你玩吧，妈妈去洗澡了啊！你跟爸爸玩会儿啊，好不好？好兴奋啊，他今天，好, 好兴奋啊！你看，好、你快去吧，我们别打扰我们两个玩。这么高兴呀、要笑出声了，可以。
高兴哦，宝宝今天好高兴哦。这么高兴吗？嗯嗯，哦哟，哦哦哦哦哦，嗯，哎呀哎呀，看着我他就沉默了，怎么？看着你就兴奋了。他还跟你交流，你今天看到了什么？这么高兴啊！今天游泳了，知道吧？今天游泳了。游泳了，他游泳完了之后，他一直很开心，感觉。哦，哦，好高兴哦！那我们还去不去游泳啊？明天再带你去好不好？好呀，好呀，好呀。好了，妈妈去洗澡了，等会再跟你玩啊。今天很兴奋，特别开心。哎呦，还没睡呀、啊？哎，我们在做游戏呢。他还听做游戏，我输了，我要做惩罚。是吗？做十个上下蹲。哎呀，你们父女俩还挺会玩的。开玩笑。他挺喜欢跟你玩的。那开玩笑，是谁女儿呀？这我女儿。嗯。哎呀，爸爸再做五个一。啊。四。五。好了，我哄他睡觉了、要睡觉了，宝宝，不睡觉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不玩了，今天，明天再带你去玩，好不好？好、嗯、好，那睡觉喽。好，那我们放下了。放不下了。还要玩呀，和宝宝还要玩，还要玩是不是？继续玩，那继续玩了。一，二，一，哦。他睡了，困得很了。嗯嗯，好了，我们要睡觉了，晚安。